在的神木已经看不到从前的那个样子，树高50公尺，树宽23公尺，曾经充满力量，那威严的顶天立地的巨木再也看不到从前那雄伟的身影，从剩下半身的树干，长5-6根的小枝，那伸向天空的末端，到底想说些什么？从3000年前开始，神木已经存在母亲的大地上，至今仍然存在住，成为我们永远敬仰的对象。